今天是在昆明的最后一天，到处晃一下。长乐寺塔，金马碧鸡，上去的大巴加门票加索道单程一共67.5块，现在排队坐大巴。随身物品准备下车，也没多少人坐。这里摸一下，结束十年了，这是我们买的是上来的票，下去的人买的。对对对对。你上次就是在这里上厕所摔的。对，他就是在玉皇阁摔的。那个是什么？爬的山叫什么山？像当时啊。结果我回家去，我吐了那个。有。
困难的退役。快点来，快点来！嘟嘟嘟嘟。嘟嘟嘟嘟嘟嘟龙门嘛，哦，龙门还在里面是吧？这就是龙门是吧？还要过去？还要过去？哈哈哈！还没到龙门呢。真香啊！勇敢一点，勇敢一点。哈哈哈！前面一点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不要等嘛。兄弟，你们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想你们什么时候有事好点，可吗？走啊！走吧，走吧。足足秀两边墙上呢，刻有一头驴和一头马，代表了驴马精神，告诉人们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金毛鲤鱼，然后再什么龙珠？对。龙珠是上面打麻将打牌转运，一看就是这个了，是吧？转运珠。好，下来摸摸珠子。你到这里面来参观一下，来。下来慢慢往下走，像你们下来，你们看到里面最中间金色这一个，这一位就是最开始我跟你们讲的这一位，他就是魁星了，他是掌管智慧的文运之神嘛，管功名利禄的。他左右两边呢就是文官将，另外呢他丢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我推了看我的同事，我的在哪？来了。哎呦，娘们儿！你是蓉蓉吗？站起来，超级差，不要足的。这是毛毛东西。超短的神秘一个机器。大木棍，直接。言语请疯狂言。大概二十分钟。这是到顶了吗？我懂，不算懂，懂了我就爬上来，另外。李白按摩按摩，其他东西动一下，动一下就有智慧。他
昨天毕业了，看右眼这个，看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左眼闭到右眼看，看到没有？自己跳啊，这个是眼。下山做索道了。上上来就直接上了，没办法，上上来就直接上了。好，下来不了了。我要下去，你下去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下去不是给你们三句了没？我们要那个索道下去。啊，我们这是来的哇。成人票一张，轻推杆。好，都往后靠。好，交起来这杆子。交起来杆子。OK。尊敬的游客您好，索道照相请做好准备，保持微笑，谢谢，保持微笑，谢谢。尊敬的游客您好，索道照相请做好准备，保持微笑，谢谢。索道照相请做好准备，保持微笑，谢谢。Hello。
都是排队的。做完了西山索道，现在去做电池索道。现在可以先去看一下路线图，前面看路线，不了解路线这边看一下路线，了解一下。不了解路线可以先去看一下路线图。下面一起啊！好，后面看看。你们俩的票上去找一下，记住了啊！这个吗？这个就不是拿到钱了。下来了，电池索道也做完了。海埂公园。乘坐内衣，内衣关系，请问高低商品人群。
拜拜。我要登机了。We do have your body, Jay.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欢迎您。现在向您介绍机上紧急设备的使用方法和安全程序。在滑行、起飞、下降、着陆时，禁止开启以下电子设备。系好安全带灯亮时，需扣好安全带。为防止突然颠簸，请您入座后系好安全带。氧气面罩储存在您座椅上方，紧急情况时，面罩会自动脱落。请脱下面罩，罩在口鼻处，把带子套在头上。
持安全带扣好。先生们，飞机很快就要着陆，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，手机等电子设备保持在飞行模式或关闭，谢谢。窗门写出一位，哎，这还没落地呢。